肚子饿了，在街边的一个小餐厅里面，那叫了一瓶可乐和一盘猪肉炒饭。啊，这个树是什么果来的？这些好大棵哦，这棵树。我们包了一个团是要去一个寺庙，可是5点多了，这个寺庙已经关门了，那司机就把我们放在这一边。那在等待的当中，我看到这里好漂亮哦，那我就随手然后拍下来分享给大家。最后我们也是没有去到那个寺庙，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。那要等到明天才知道他们会不会补回我们。啊，你带点看板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你看这边我们可以坐过去对面。很美，它是那个钢线这样，哎，好像这样走的。free的，这个是 free 的，这个。快来，精彩瞬间，还想。